好了，你哭什么？是他家，大家不要走，不要哭。死了，他其实嗯，因为他安抚了那些正在消散的灵魂。瑟利姆，我没事，起码还有两片嘴唇，几都是全能反噬而已，就算是七窍流血。好了，说正事，虽然无法保持结合的状态，大家，我会和大家一起，无论是怎样的孤，你看。即便没有任何力量，当然与我也是一样，即便形式不同，但这真正的贵族从生到死都要秉持优雅。行了，还是去，还有没事了，放心吧。师父，我准备好了。逛逛街吧。灵感，这个嘛。